我是日日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画一个小龙女的妆容。不是你想的那个小龙女，是这个小龙女。那我们开始吧。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，其实我最近有一点荨麻疹发作了，所以就是脸上有点肿，然后还有这个红块块。修容呢，用的是 LA Girl 的这一块。我们先呢用修容把就是脸颊两边、下巴还有鼻梁的位置修一下。反正像我这种脸型比较圆的，在脸上狂打一些修容就对了。然后修容上完之后呢，我们先不急着去上这个眼妆，我们先掏出一个发网，发网就随便什么颜色的，只要你家有的这种发网就可以了。我们先把这个发网套到头上，然后我把这个发网啊这样套在脸上啊，现在你可能这个视野会稍微受到一点阻碍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很快就能画完今天这个妆容了。然后因为今天的妆容是一个红色跟金色搭配起来的妆容，所以我们会大面积的用到红色。然后今天我会用到几块单色眼影，这个眼影呢是来自暮色这个品牌的单色眼影，是一个偏光的酒红色。那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上手是这样的。然后大家可以拿一把蓬松的小刷子，蘸取这个眼影，把它刷在脸颊两侧应该打腮红的位置。除了脸颊两侧呢，还有发际线，还有大脑门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发网拿下来，然后我们需要再蘸取刚才用过的这个眼影，给它柔化一下这个边缘，让它能跟我们头发衔接上。因为是用偏光的这个眼影画的，所以它是有一点金属质感的。眉毛今天用的又是一个染眉膏，这个染眉膏是来自橘朵的，不是染眉膏，是眉胶，对不起。我们先把这个眉毛正常的这样画好之后，到眉尾的位置给它来一笔上挑。然后为了让我们这个眉毛的线条更流畅一点，我需要用一个遮瑕去把我这边自己的眉毛遮盖一下。然后一边的眉毛画好就是这样的，是一个这样的形状的眉毛。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眼部打底，我们先用一个南瓜色，今天应该会经常用到手，所以我觉得手指用来晕染这种慕斯质地的眼影呢会更好晕染一点。然后用到的是一个水红色，这个水红色是带金色珠光的。然后我们再用这个浆果红色，
是更显我个千秋不老。然后要用到这个金色，中间也可以上一点。眼线笔呢，我用的是熊野直人的，我觉得熊野直人的眼线笔非常非常好用。然后画好这个眼线之后，还可以在下面带两根下睫毛，因为我下睫毛比较稀疏。夹好睫毛，先上一层睫毛膏。睫毛膏可以不选纤长款的那种，因为等一下我会贴假睫毛。刷好了下睫毛就是这个样子，我已经尽力了。贴上假睫毛之后就是这样的，是不是感觉假睫毛就是整个妆容的灵魂？然后我们来上唇妆，唇妆会用到两支，一支是这个，杨树林的方管01，一个是这个橘朵的，S06，拿一个唇刷。唇妆上完就是这样的，高光用到的是这一块。就是一个香槟色的高光。面水春山平山月淡云边巨岛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在脸上贴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了。然后我们去搞个头发，换个衣服，然后给大家看最终的效果。